分，这两天内在巴生河流域所有 KTM 车站，民众乘搭电动火车都是免费的。这段期间，大家可以毫无拘束的上车下车。好，那就是关于大老森节期间的优惠。我们现在来看新闻热搜。扎奇说，我国需要修法，确保政府量身制法。林吉祥、陈平是表兄弟之说。马斯杜拉说，基于政治来源。我老了没钱，否认贿赂元首。马迭香说，Experience the power of e-commerce intelligence with Data Sunday. Automated e-commerce and sell more platforms.引起了各方的关注。昨天呢，霹雳州警方呢跨州抓人，在雪州杀了一名30多岁的马民警，然后将他人肉拘捕。霹雳州总局刘俊宇说，这名涉嫌放火烧人的警察在调查他的干案动机，目前还不清楚。他这个单纯是个人行为。霹雳州总局长也提到，根据初步调查，这名嫌犯并不是尼可汗身边的人，尼可汗也不认识对方。那嫌犯在一家电商平台工作，而他本人呢，也不是来自霹雳州。至于为什么嫌犯会不知道尼可汗对于霹雳州的驻军和战火，警方还在各个层面去进行调查，包括是不是跟尼可汗早前的关系。五级美女和得政的员工长期在梦里，并且他这个嫌犯选择的干案时间是在凌晨，就是受害者在熟睡的时候干案，不能排除这个嫌犯有置人于死地的动机，所以兰卡巴星就呼吁警方要援引企图谋杀的罪名来调查案件，并查出这起事件背后的原因。一家遭到纵火后，尼可汗虽然表示原谅纵火者，但他也把纵火归咎于伊党和共产党，他们煽动自己的情绪，才导致有人对他如此仇视，甚至不惜纵火来对付他。不过，伊党之中的领袖哈希雅斯就非常的不认同了，他希望尼可汗不要把伊党或者是结盟跟这起纵火案串联在一起。不是正在跟纵火的是行动党。伊党也绝不认同这样的暴力行为，而纵火的人士必须要有权利的对付。好了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稍后来再说说一部纪录片。然后还在这里呢，透过大家一些写信的公安部要求强制下架有关2011案件的纪录片《逃亡者》。在首相阿华表示被考虑之后呢，今天通讯部长也跟着回应。林吉提出特别请求，要政府下架这部纪录片，就引发了各方议论。Experience the power of e-commerce intelligence with Data Sunday. Automated e-commerce and sell more platforms with the... 就是这么样，东西一定要好，一定可以吃。有梦想是很好，可是